大家好，欢迎收看 Siri 电影。今天要说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之前转校来的男主角在参加中考誓师大会，那我想参加过中考的同学都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然后男主角就一见钟情的喜欢上了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的女主角，在男主妹的介绍下，男主角认识了长得很像张子枫的女主妹，于是他就开始写情书委托女主妹转交给女主角。但因为女主妹和男主角相处的过程中也逐渐的喜欢上了男主角，于是他就偷偷的把信藏了起来，然后再假装对男主角说已经把信转交给女主角了。之后在男女主角的一次独处机会中，男主角就假装很不经意地问起女主角有没有看过自己写给她的信，女主角当然就很懵逼地说没有，吓得男主角赶紧去找女主妹询问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女主妹一下子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害得男主角只能生气地离开。第二天女主妹找到男主角，说是已经把信都转交给女主角了，再顺便鼓起勇气写了封情书对男主角告白，但男主角都没有答应，害得女主妹就很伤心难过。之后男女主角的关系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几年后男主角成了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作家，女主妹也嫁入了人妇，并且生了一个很像张子枫的女儿女。但只可惜这个时候女主角已经因为抑郁症自杀了，但她生了一个很像女主角的主角女和女主角男。那当然女主角老公就不是男主角，要不然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故事讲。那没有这个故事讲，也就没有你们在看的这个视频。那没有这个视频，就没有人想要关注我一下。天哪，好可怕呀，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关注我啊。在参加完女主角的葬礼后，主角女就收到了一封邀请女主角参加同学会的邀请函，于是女主妹就决定代替女主角去参加同学聚会，再顺便找个机会把女主角去世的事情告诉大家。但没想到同学们都很热情地拉到女主妹上台做发言，于是女主妹就把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作根本不是机会的上台发言，结束后再假装家住得很远的准备先行离开。于是恰好也来参加同学会的单身男主角就有机会的假装再偶遇一下女主角，但实际上他偶遇的是女主妹啊。然后两个人就互相交换一下联系方式，果然男主角就忍不住对自以为是女主角的女主妹告白，但没想到这条告白微信就被女主妹的老公看到了，害得女主妹老公以为女主妹有外遇砸掉了女主妹的手机，于是女主妹就决定先不买手机，也不把自己究竟是谁说清楚的，开始以女主角的名义写信给男主角抱怨一下老公。我觉得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好暧昧啊。在接下来的几次信交中，女主妹就以女主角的名义不经意的在信中提起自己，但男主角其实从同学会那天就已经发现女主角原来不是女主角而是女主妹了，于是他就主动的上门来找女主妹，害得女主妹赶紧不够装仙的把男主角迎进门，然后两个人谈起了女主角的去世。男主角才得知原来女主角是因为忍受不了前夫男的家暴才得了抑郁症自杀的，于是他就去找女主角的前夫男算账，没错，就是这个长得很像胡歌的男人。前夫男于是就跟男主角解释一下来龙去脉，原来当年前夫男在学校食堂打工的时候一不小心喜欢上了女主角，为了报复像男主角这些都有钱读大学而自己却只能在食堂打工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于是就想方设法的追到了女主角，害男主角变单身狗。但其实男主角也是因为有了这些事情才能写出以女主角名字来命名的新人讲小说，所以你应该谢谢我给你提供的写作素材才对啊。那看到这里我其实有些不太明白，这个长得很像胡歌的男人当年究竟是怎样追到女主角的呢？屏幕前的你们如果知道答案的话，那就赶紧留言告诉我吧。告别了前夫男，男主角就决定去现在的废弃中学学校看一下，就偶遇了长得很像女主角的主角女和长得很像女主妹的女主妹女，然后主角女就带着男主角回家，拿出了当年男主角寄给女主角的信。原来那么多年女主角也一直都没有忘记男主角，主角女说如果男主角能够早一点来带走女主角，那说不定女主角也就不会因为抑郁症自杀了。那看到这里我就又有一点不太明白了，如果说女主角还喜欢男主角的话，那为什么当年会嫁给前夫男呢？而且为什么女主角这么多年都只顾着抑郁都没有去打听一下男主角，总之就是想不明白。之后男主角回去找女主妹，并送给她代表一本回忆的相册，然后故事就在女主角的回忆中结束了。但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大概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那就赶紧抓紧时间告诉对方吧，不然你就会在十几年后抑郁而亡。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